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又到佛起来的时间咯。跟您讲，各位黑人最忠心的好朋友，故说对头拜开始，各位都同我们天数顾家园顺天顺天数青岛的工作。不过天顿时代进步，沙飞的偏发，今个各位比以前来讲是生发好过多的哟。今天甚至于时代有爱啊，还比有爱人还过好呢。不过有爱各位啊，给都运势无安好。今天可能流浪天老辈，我自己想办法生活下去呢。有位阿姐啊，记录看到一个情形，钱唔判得，记录想办法生意来救人，来救一条流浪狗。哇，今半年呢，我们就请特别有相机来到现场，同大家来分享，怎样办来生意一条救人，照顾一条流浪动物的。接下来分享来自闽南的新人姐，新人姐。主持人好，各位乡亲大家好。来呢，美容林妈妈果园，林妈妈本人，今日过欢喜来到一个现场，同大家分享的也十九年来，就叫个经验，同一条叫个故事，感谢大家。哇，欢迎新人姐来到现场。哎，新人姐头头有谈到讲啊，照顾一条流浪动物，生理一个教育已经十九年了哟。哎，十九年了。啊，你翻对某个时节开始吼，十九年嘛，某个时节开始想要来照顾一条流浪动物的呀。头摆吼，我还是一个阿爸有去教的。我对这只教的印象过深。因为头摆以后我发他，俺教的吼无打某个疫苗，无某个特别照顾，所以啊，这只教就跟有病有传到那个。个创业，同教文，所以事业的。那事业的过程中哦，咱们吹过，在我小小的心灵里面哦，就留下过什么印象？所以哦，对起我又开始讲，过喜欢过怎样来照顾教的。可是我还十年的无能力啦，我就一个愿望哦。愿望就是爱心多的，一直存到紧，所以到后来我讲，我太爷自家有能力的，毕业的个有能力的，我又开始就安尼计划的。哦，原来安尼，我说办事时节其实就有受到陆家的影响，哦，本对计划都存在一种亲戚的亲感情的地位嘛。安尼现在你本上从某个以前的工作去做某个呀？过去。高雄工业毕业，做建筑师徒，做到两米后无，做两米无过，看木柱过无年纪大诶，就退休诶。退休过后就专心都学业得个教诶。啊，各种唔在工作诶时间都开始照顾一条流浪狗。有啊，过多诶呢。好，计时间都千多诶，差唔多一度十。也怕孤独的哟，俺两面无奈何休，不敢休唔落个，就让来天桥上做一个救援。哦，啊，一个天桥系陆卡的吗？呀，陆卡的。哦，陆卡的，不是用陆卡的梯哦来顺利一个救援，啊，救援差不多一发的呀。两分人。哦，两分人。哦，啊，两分人更加照顾救援，底部有一多只。五百人只的哟。哦，两分人的救援啊，底部有五百人只救的，啊你。现在，恁底部呀要给救援，按多少救的？请一个人来照顾吗？我今目前我因为我七十八岁，体力有限啦，所以我有请四个工人，两个是负责救援底部，俺两个呢，天数卖包装农产品，卖样有钱嘛，俺们还要救援，看救援有装好些么？天来管呢，牙齿来管呢，啊，锁门，叫我去让人休息的，差不多八点啦，不到八点啦，一个工作都结束的。哦，你们早晨一到点开始工作啦？哦，有六点半起的哦。对，六点半工作到八点人安尼哦。冇，有一个六点半起，四点人下，四点半下班。哦。有一个个主席是有五点半才会下班。那你对你来讲，木足一百块来都爱睡梦之前，一年的工作，按自家一年的工作差不多很用办啦。我去个工作几多呢？我按不透哈。按不透我下那对，哎对那个咨询地方下那个出货单。哦。出啊，
出货单给他们之后，我还有要外面，嗯，要跑外面，外面我必须要二类人朋友好诶，行行啊的，个人有一些交，个人搞谈一些交情啊，嗯，还是找一些资源回来，嗯，安尼。哦，安尼谈好咧，诶，现在要去救援啊，唔但像迄讲爱照顾救援咧，因为照顾救援爱发青岛的资源嘛，故说我们行去自家想办法哦。还会去种农产品，哦，还会卖东西，还会同人家去类似募捐安尼，哦，想办法来维持一个救援。啊，唯独转来头头讲一个公众人员，公众人员的部分，迄今年自家来请嘛，还会用乜嘅方式来请一条公众人员啊？无，佮等人吼，来现在用电报纸，嘿，啊，两面唔理想，哈，唔理想还有请安尼菜地嘅闽南人，我了解，就请来嘅。嗯哼，啊，嗰时候公众人员有冇个标准吗？嗯，冇协调做比方，但是我要求佢严格呢。你唔讲？我要官员讲叫我一天爱床梯，一天爱洗鼻腔，嗯，啊叫我微微包，嗯，啊可能有失毛，毛失了请假报告，嗯，然后我工作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吼，啊带去医院去检查，被看病了呢。哦，所以我叫米泽古都真蛮好呢。嗯，唐方来跟我奶奶叫的亲，给应该讲亲幸福啦吼。如果有事又有在提防啊，专人在照顾。啊呢，哎，现在啊呢，救援底部啊，头都有讲，因为花费青苔，我青岛的资源的天数嘛。啊呢，救援底部最大的花费是嘛个呀？医疗费。好看医生的费用，看医生的费用，因为叫我健保嘛。嗯。所以看医生的费用最大。天然就工人的工钱，工资的部分，工资部工资部分。第三就副食费，副食费就是麦片、羊肉末、罐头，这三样哦，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哦，真是的，唐红的今年是在几何年又有个麦片、麦片啦，吼，又有个罐头啦，够用肉。啊呢，今年是的东西嘿。诶，现在你这个研究方来，还是有同先生讨论过的呢？嗯，我这个想的，但是由于跟医生讨论。哦，因为有一个普遍的教育同正常健康的教育，肯定是得有冇相用嘛，吼。冇相用的。啊，你连平常在照顾教育时间，除了给教员底部要环境的清洁之外，还有冇个要特别注意的冇？手托。手托，哦，你还有手托噶？有哦，每礼拜手托一摆。嗯。手托有个专人会来收托。嗯哼哼，啊，你发其实我们除了清洁啊，因为我们底下讲救援，特别按头在救的，一定会有个秘事嘛。啊，我们还我自己还记得啦，讲以前的新闻吼，不论是救援啊，还是讲人家医院啊、宠物店这种的，最强的除了一个卫生的问题之外，还有咧最大的都讲叫会清扫，叫会拍嘛。啊，我们有拄到安尼的问题无？人家去同人抗议个阿叫按头在清扫。一个叫会炒，莫名的炒啦，像二十分个时间，我曾经为介个条连沙的话，为介人沟通，我为讲个条便当，我喺某一个叫人来说，使用呀所有闽南个流浪狗，闽南街巷一带嘛流浪狗咩，啊人来了解，加过年过节，我一天会去送礼。哦，送给人搞关呀，所以他个。人家他个，他唔会，佮唔会抗议，还会听住照顾叫个了。嘿，咪讲诶，人今年又要清风员工，又按到叫个台顺后，又魔术师你过来，有冇？今年全部好一时就要清台上，今年都低嘛，吼。啊，你是都都好，因为台天的风气也个叫个，啊，故说今年对顺后人家影响就冇安泰啦，吼。哦，诶，啊，你现在你自家叫人。也是提供用文人嘛，啊，你自家种的喏，托马多啦，像萝卜的，拢是你自家种的嘛，啊，你自家要跟农业又有开发的面积啦。哦，佮太哦，要买萝卜的种用文人，用文人又还跟人猫噶，他两分有哦。哦，啊，你加红了就有四分人了呢。系啊，啊，你托马多纯蜜番茄同芋泥番茄各半，差不多八分人让老板买。哈，今尾结束个呢？
哦，啊你也全部是你自己人的人在照顾啊？哦，我不晓得那个抢人啊。哦，我就想说，哇，阿星你这银行的顾教员，银行的顾要跟农产品底部的农田，哇，你用案例或者生意女超人跟你讲啊。你有一款哦。嗯，啊你都看你有没有种天数吗？目前我工作人员老板。哦，啊先生呢？先生会种可以有关一些。以他是背后的背后的安尼的扶持的人呐、啊。哦，从本心灵上的支柱。支柱啊，不是来烦恼不卡。嗯。因为照顾我过好、哦，他还没关心我的安全。嗯嗯。哦，所以照顾卢卡，阿五卢来照顾老伯安尼。嘿，阿个过伊个过放心啦。嗯。我可以全心全意的经营一个教员同一个个人。嗯嗯嗯。诶，肥洲转来讲，安尼，现在除了靠一个农产品啊，吼，人家捐款来经营一个教员，啊，有其他的单位会同天数，比如讲，可能会捐赠物资，也都来同天数么？目前都动物保护处，嗯，伊会补出俺那个结扎费用。哦，那结扎费用一扎啊，1000元。嗯，啊，但是俺那实际一本医院方去做个2000元。哦、你存了眼去给他支付啊？嘿，安尼要唔要全部从天数啊？哦，无。安尼放能一年差不多一度扎给我，结扎100扎，多多好100扎。无，哈巴有40扎，哈巴有看够的啦，哈巴30扎。哦，哎、安尼双方了也系青苔嘅费用咧。青苔费用哦。安尼，佮说底部计划唔但像吼清有卫生清洁的嘛，啊，今年实在也贵爆，甚至于讲今年也有结扎过后，有晶片哦，还有做晶片哦，我都各有身份呢，500张全部每一张都有晶片，全部都有身份。哦，安尼侬唔讲讲，哎，今年无注意到本年叫做，哦，有这回扎过呢，哎呦，啊有钱过赚啦，有啊，摕果树呢，哈，果树跌啊，给我方人通报去安尼个屏东收容所。哦、啊！伊派人去救起来哈，打电话本来嘞，那伊带过来嘅。哦，对闽南教的高手。对啊，十万元去呢。哇，千倍走呢。哎，哇，观众朋友，糖糖鸦片，哎，现在今年真是今年的教育冇简单呢。哦，我是的，哦，也用个看医生的费用，千多呢。啊，唔过今年判得，比到也得各位安心去行去做呢。哎，同各位地方有某个样板的神秘故事，让咱休息一下，下一段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。前面俺们谈的新人节来分享讲，其他个教员很用办来经营哦。啊，唔过按道则教会底背经营教员很辛苦的事情，啊，同按道则教会相处，嘿，每天幸福也有情感通的故事呢。俺们继续来谈新人节分享咯。新人节头头有讲到，俺们教会底背有500人，啊，你则教会有冇叫个名的吗？还是讲因为太多则个，俺们用编号码的方式来安记人呢？嗯，俺们500人则教会哦。有500人的故事，嗯、也有500人的背后有，也500人的全部背后有一个坎坷的命运啦、啊。嗯，啊，我呢按人名的哈，就用人呢背后的故事来取来按人名的。嗯，比如说哈，有一只狗的，填一个卖臭豆腐的流浪。好、哦，根本卖臭豆腐呀，明日提家用卖咩？哎，啊，个狗都明日填完伊。哦、啊，我草原，我脚也草诶，啊，伊播安尼东宝树安尼闹起诶，啊，个卖锄头我头家看到个人望咩，就请来讲个望来收了，啊，就带过来。哦，嗰个大叫就按落锄头户，锄头户。咩讲佢前后是锄头户？咩有咩有背后的名字？啊，有一只叫哟，嗯，越南咩？嗯，越南的。妹妹哈、哦，教我安尼要闽南人来，嗯，啊，出来也过找过啦，过坎坷也安尼个老公啊，做事业的，嗯，用到两个生意嘞，啊，绝对也十够的，
那个叫呢，过太杂个咩？过熬夜东西，俺脸上哦过欠，就讲俺不要吃迄个药呢。过越南咩哦舍不得，又那个亲爱，俺就该讲好人爱跟注意了。俺个啊常常咪看伊哦好啊，俺个叫都。都那挨顿输了休息了咩？嗯，佮有虾米越南咩？嗯，俺其实他叫古的啦，古的。结果呢，佮太杂了，佮他叫渣嘛太杂。哦，俺挨明白些，他讲挨为虾米越南咩咩？嗯，以为起到点点，叫侬讲起到点嘞，俺不爱应名掉啦。那因什么越南咩？你好乖哦。嗯，伊用一种很不服气的眼神哈，来看俺，伊心肝多的长发的香港啊。明明我是帅哥，你居然喊我越南妹，嗯、有那种啊，有一个种个感受啊呢。哦，今天其实也谈的是五年才工伤，他谈的是说哈，啊，还有一只哈，那个特别坎坷。用板工的。年纪咱们太大个老的啊，皮包骨咱们超。嗯。可是他身上有三个大球那么大颗。哦。嗯，俺们就该拿一本医生，带一本医生。术士拿迄、那个，嗯，拿迄、那个，俺去医院，俺我讲本命的咩，嗯，俺我们俺一下想唔到嘛个命，啊，干脆叫他求求好了，嘿，所以一讲还有一只阿贵哦，哦，嗯，佮有国吹过，佮喊你睇下呢，几人方哦，突然撞鸡，嗯，佮赶紧学过度鸡啦，俺求求，咩佮只。阿贵啊，有三兄弟的个嘞，三个细细只辈那位熟个咩？俺熟太远了，都得装鸡呀。俺装啊都有，佮有摆个鸡呀，那个一天来煮个咩？嗯，个唔煮毕个，都无法熟鸡嘞。俺叫就唔买呢。啊，俺那就唔买，俺就边个听侬袂听个。唔买哦，无有边个伊唔做咩？俺都有无必必吃，俺鸡还有食。谁咋个唔去买下啦？嗯，哎，就我肚饥，就熬死几次，熬也几次，都被骂死的。本个主人来骂死两只，俺做那也阿贵，阿贵没有骂死，阿妈个本行越来越爽哦。咱们留下咱们找个俺个个主人啊，个也来阿妹啊，就来亲来讲你妈妈。同个手里遐只阿贵摸啊，我本来来骂死人呢呢。嗯。我就看到啊、哦，一身本能全部网状的伤口。嗯。啊，就该带一本医生。那医院两眼人，必须得两眼人给你约的。嗯。佮伤痕累累。嗯。那我那虾米阿贵，一个阿贵吼、哦，他最来一来之后，他很害怕。医院医院必须唔敢说，俺了咪吼，俺咪拜袂提讲。嗯、阿贵，要乖哦，要吃饭哦，哈。嗯。那是人为人安尼双跳，人为好呢呢。啊，要爱摸爱瞄伊，改一瞄。几摆过后哦，伊可能眼泪啊，都唔会呢，都应看呢。嗯。应看个动，哪半笔是以为是。啊，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应迷，我应迷，我应去迷。过后哦，过再过就是死呀。安尼，我计查药个呀，以为安尼本来我安尼读啊个门拢不安尼查药个呢。今年也甘肃的都讲，哎，万人对今年好，万人对今年可能会唔好。不少今年单位亲近讲，哎，个药山的人看好了，哎，个好个今年会亲近去。不过，俺能听老辈看到的也都流量高嘛吼，可能哎，生发个好个行个好讲，个唔好也可以。今年看到人，如果潮人，如果配，安尼也个时节，俺能会用办想办法来。接近几公可以了，就照顾佮。佮老伯家一方流浪的吼，在野外流浪的吼，佮嘛佮麻烦。嗯。然后嫌疑装备失，嫌疑违反备失，先拿电路东西备失。嗯。一年两年，慢慢慢慢的，以为一时间到我这等呢。嘿。啊，俺都这个时间死啊呢，啊死还瞄唔到，还惊，啊慢慢慢慢的吼。天天地跟他說，以為躺在一把子幹嘛，那時候瞄得多，瞄得多的好，就衝開尿上茶，帶幾來這樣。哦，你用書這樣尿就尿得到。對，後面尿下去，尿下去，尿上茶，不會咬人都不怕，尿上茶都直接帶去醫院。
叫伊啊拢去检查，抽血检查，看他有虫的毛，啊有心丝虫毛，有乜个安尼个爱丽丝体的皮样毛，啊个有资料，迄毛就带过来叫伊，就打一个预防针就带过来，叫伊拢冲啊迄个安尼。现在可是以前啊，有看到讲，有个人那个流浪动物啊，可能无像人安尼，可能就用某个熟的啦，给着，啊，那唔多的时间，你能不用其他某个方式来去那一条流浪狗？我们作为个领导，我们是用我们苍蝇吹箭。啊，吹箭，我苍蝇噶以前通动物园给着去做那个，安尼喷呢，喷那些。哦，我们用吹箭吹到的哈，马上来送来一样东西，做同样的处理。哦，因为用吹箭，讲唔会本地输送安尼嘛，唔会输送。用熟的来，用这用的，可能会本地输送。吹箭呢，就马上想弄送去一样东处理啊，装货。咱再带入去教人哦，安尼。哎，安尼发除了五年同期安命的啦，啊，其他教的地方，今年我有同其他做公众人员啊，给他会互动嘛。我有公众人员违反民意，违反比试咩？我要求人就要有爱心，唔单要说枪，还对他们有爱心，莫打人呐。不但无打，还爱伊个人互动，所以人喜欢的好呀，熟我的好呀，我很远，去反思了熟悉了咩我呐，我很我个人讲像个调兵，你很乖哦，知道很强哦安尼。啊，真是从照顾生人的功用呢，像我像安尼样做的。那从生人的功用，今年我们有叫贴片板皮的呀？有哦，用板皮啊。养蜂来帮人钱，伊都惊，人弄个拿笔，伊又一个做一个咁麻烦，佮拿笔是咯，对安尼人人拿歪爱回事，是了，伊个拿个盆来装来哦，用安尼个瓦卡出来哦，过年啊，伊都用人唔信用人呢，因为以前本人可能上海是问题啦，上海安吃嘛。还没有好高的啊，外地讲有好高的会讲，今年有效果，可是这条可能上得的，今年会送过来嘛？好有，那你这福建的好高的鸡喂吼，其中有一只啦，这只鸡喂啊，在好高龙渡国中，人体说啊吼，一毛结扎，我有云南的鸡喂配到了，怀孕啊，肚子很大啦，高庄都来请来。讲拜托来给输粮去了呢，我输了每礼拜哦，养到八只呢。啊，学生啊，我去看，这学生啊，有得心脏嘛，过下。有几个心脏又唔好叫的。人要来看，过不来老哦，没办法老，我唔好不愿来老。因为养点么人来呀，叫我起风啊，我引波呀。我引波。养了超多年，这叫我弄板凳啊。板凳啊，怎么给？其他好高，应该有好高的名啊。好讲个红板凳啊，啊又来都浸嘞红板凳啊，一只叫个钱嘞，一样都八十叫的。其中啊，人家有个职工啊，提两样都一只叫的，同板凳啊是米色，一样个全部五色。这只已经挨职工挨人嘞工人提两样都会叫的啊。养种啊多呢，个期待很羡慕的呢，结果有那样个寒天，个寒热咩？伊边啊样呢，太阳太阳推来，推来伊点啊呢，一只叫个板凳那里个神山咩？伊讲啊，老李妈妈，一只叫个羡慕的呢，讲啊阿妹期待羡慕呢，啊就该冲开拿来用先塔个，期待啊塔个用煎都煎的嘞，撒个碘酒。啊！有咩退伍呢？可能个叫个板凳那提个姜黄啊，呀姜个好呀，咁冇注意，就头将一只叫冰落去。啊！佢也轻轻照顾佢。冇，冰落去哟。伊挨冰落去，挨要提是三周，能多种来看，不用再用搬那提一个个难处咯。挨要计严重去哟，严重去，挨要落去了多种来看那咧，又搬走诶。
过去上边来，我就在念专业，我就该睡觉会讲啊个。小 baby 无法问，哎呀，他在在那在也给个跟妈妈妈妈还没接顺啦吼，我又没无法照顾呢。结果啊吼，我变落去哦，我唔多专业看呢。嗯。我用的我又顺其自然，我就过夜。我阿妈来去啊吼，伊在去生奶奶呢。哦，佮终于把娜娜有接书记。有接书记，所以他叫小娜娜。原来阿奶记录跟他一样。嗯。他生的全部不一样，结果小娜娜是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模式嘛都有相同的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原来也五百人在叫的，今天的名的名字都无相用呢。原来后背还有暗神奇的故事哦，更多精彩故事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过来哟。前面唐海星在来介绍讲，其他个教员用蛮顺利的，阿吉底背呢又有某个辛苦的部分，啊后背又唐道星在来介绍，哇，今年的教员五百人只，每一张都有某强的名诶，啊呢，其中教员又含有用蛮精彩的故事呢，继续来唐星在来介绍咯。星在，啊教员底背跟经营都增加啦，有更多嘛，教员底背花费青苔，每一个职员都需要青铜人来统指指，啊除了安呢。教员底部还有你们班读到嘛个问题吗？有哦，他把我读到困难。嗯。比如讲。过多年前哦。嗯。教会还没有得职业。嗯。还没钱种水果，没种水。俺常靠个我自家去买一些美浓的客家小点心。嗯。我自家做个啦。俺今年生意没黑哦，输业冇，有你了哈。真是没钱，嗯，没吃了，没办法东西呢。俺不太爱吃饭，还有提个印象，啊，佮看到喊出一些麦片，又喊有一些米，俺连吃的米，就像个煮煮的饺，做下饺边吃。嗯，俺听个人想办法，俺来想啦。结果吼，哎，俺书记想的，啊，冲个堂来看啊，哪里看那些？有一个台北的黄明山小姐。他说：“你妈妈，我汇了3万块在你的邮局账号里面，你去看看。哦”我连看都没有看了，赶快跑去领了。还有暗度吼，都真是都没钱的时间，没职业的时间，也都捐款不用的，就捐过来了。然后哦，我赶快去买饲料，买罐头先让他们吃。我就没煮哎，那我有几摆吼，我想了，就。人讲有困难以后，一天可以解决啦。嗯，现在安内头都有讲到嘛，前面最头下行情有个农产品生产的时间哦，最佳读到还都没钱啊。后半年有生产要到农产品的时间，有新的问题吗？有读到其他冇相关的问题吗？有农产品以后，先他们卖唔出去呢？卖唔出去啊？嗯，哦，因为佮后面我还唔多晓得上网。啊，后来哦。反正问题多多困难，就想来都解决困难嘞。嗯，我这个读一学，啊学外家，我就开始上网。嗯，所以哦，现在美浓的妈妈果园的网那个po文，嗯，还有一些卖水果的po文，还是果园的动态的po文，嗯，还是我自己心情摸个那个po的文章。全部我自己写的。哦，不是教员底部刚刚每到一案呢，推广一个农产品经营一个教员，你这个还去好商庙去好一条诶，用蛮去卖啦吼、嗯、啊，甚至于讲本太家底下讲教员底部发生咧太太些些事情，一条破文个条，向你自己去好个哦。我自己我自己去好个，我自己写个，因为吼、我自己做呢，我面都我的需求。嗯。啊，我的感受，嗯，全部我自己样的，我自己写心情，我自己写出来，本广大的啊那个网友哈，他们也嘛看得出来呀，嗯嗯嗯，要个我写到过评审，
真是够实在。嗯，安尼本太家底下讲，哎，唔平常太装嘛个嘛。对，也太家了解安，来呀来，我都个人叫人啊，开放。嗯，本太家人随时可以来看。哦，许多家都可以入来看。随便可以入来看。嗯，哎，安尼一发，嗯，现在奶奶叫的本人家来看，哎呦，家属应该认养吗？有啊，有的人会认养，认养，你来来认养哦，来。啊，要去做先做家访哦，那还要做家访去访问哦。要家访啊，必须要年满二十岁。嗯，有经济能力，有经济能力，还有结婚。嗯，男女朋友我不要给他们。哦，某一天某穷啊，可能结婚都无法度。嗯，还有结婚，两个配偶都要同意书。嗯，因为讲怕等下。中个生意呢又没结婚的，嗯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认养的条件比较严苛啊。但是我们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啊，就讲你没血的吼，没条的，没送本人，嗯，办爱。哦，啊，你讲起来，今年本认养的结婚，今年送回来的几率高吗？不太高，也有，哦、也有啊，跟没安多，没安多，没安多。啊，你做家访啊？有的哦，哎，该看到该户呢，有的哦，哎，该做人冲啊衰呢，衰啊面上红呢。哎呀，真是就从阿公阿公讲，有一句话吼，哇，其实运势该好啊，天都是咧，用咧，黑咧，拢还比一般的人高好。是啊，该户呢，从家从提个面上衰，嗯，俺坐啊碰灯红呢，这么好。真是，真很羡慕。嘿嘿，啊，不过除了你妈妈，你这个。现在人经营的教员之外，还有青岛人的教员，还有咩同人来共用啊？真是个冇相同啦，个人个人做法冇相同。用办公，但是吼、哦，伊来去看同来谈到个吼，嗯，同来因为我爱同动物保护处个有联络咩，嗯，啊也会去评鉴，嗯，会每个教员会看咩，啊谈到个吼，差不多有60%以上哦，这条教员那个主人哦，骗人的呢。啊，拿到许多一些机会的个吼，他要利用一个机会啊来募款，哦，募个款咯，募个款咯，就去该用啊呢，啊，募有募到有钱，嗯，爱用唔怕，但是你要给我先照顾好了，哎，最主要还是照顾一下条机会嘛，哎，啊，有存去用，还够唔怕，啊，还有一个，我要该他个。跟大家呼吁，捐款人，嗯、希望人他讲哦，你要捐款给这个人，你去看看他的国产，是真的在做吗？做得好吗？嗯，你不要把钱捐给他，咁我真是安尼这么浪费资源啦。观众朋友，我记得哦，哎，捐款做爱心之前呐、啊，先去看一下，唔能爱捐款那个教员啊，系唔系其他嘅经验？真是冲心在汹涌，真是有用的教育情况哦。莫啊，本个自家爱心滥用的哟、哦。哎，心在系咩安尼啊？对啊。哦，安尼心在，唔能教研啊，经营都更加。下礼拜对未来来讲，你自家有冇嘅规划冇？有啊，做规划好哟。有，很用办的呢。因为俺自家年纪俺多岁咩？嗯。俺有人一天会行说。我离开咩？嗯，我最唔放心咪推一个叫诶，所以我做出轨做都做规划。嗯，哎呀，明摆将来嘅事业吧吼，我规有留一部分起来，我做基金。哦，有先下一些钱出来、嗯、啊，都变个银行。做信托，哎呀，做信托嘅好呀，因为我有两个奶咩，嗯，假使睇我名号，他们可以。我继承啊，我还要做信托，做信托，俺还给我，我有俺那个接班人，他会处理。哦，有接手人家的工作。我这个接班人我找了很久，前面找蛮久，又问前面看到几多，前下看到几甲乙几号，也咪做机会又感觉到唔咩个真心嘛。俺基本前前来个个真心的人呢，我绝对做得嘞。现在按你个人爱同教员来做一个支持，然后爱同买一条农产品的话，你能有哪条农产品可以同大家收集一下吗？我们一年四季有产品。嗯。哦，你从今年下个号就有陈皮番茄、嗯、腌萝卜、嗯、
柠檬买几旧多，柠檬买熟嘞，有循环转了，有部分喇叭嘞，冰萝卜嘞，橄榄嘞，有落叶安尼，有烤也都落，啊，我刚才当也都产品啊，用网络上有讯息给我，来会马上回复他们。马上给人服务，俺国家又会送多安尼。反正需要你的咧农产品咧，好，送面去请米农米妈妈果园，入钱蛮多的，同发一个讯息同讲，也喺天发同联络，就可以买到一条安好的农产品。假使讲有叫的需要天数的，也轻用一个方式同佮同联络嘛。俺们范围有限制讲，那家个叫的能够方便去天数的嘛？还讲全台湾人都有法度，应该无吧？喺南部一边，可能六队啦吼，六队一边咧，可能可以天数会多。平常打电话同人联络的话，那时间够方便啦。随时有方便，哎，手机的24小时有开。哦，安尼，你能买最好的农产品是哪一项啊？哦，全部有安好呢。全部都安好，每一项都买过好。随便买600人斤生蜜番茄。哪怕你怕买到你400的多件，我说品质还是贵好，我说要给农产品，其实应该来讲供不应求啦。来咱们雇一个产品，讲系该注重农药，还唔好用农药，像爱吃蜜番茄哈，爱用真实的那个牛奶去发酵呢，发酵过后让伊滚台湾的比台的呢。哦，我说安尼。种出来的农产品，这是贵讲品质也贵好。今年的教员也相同，今年事业也相同啦，要用心啦。只要这样一个秘诀，要用心。真是要用心来做一个事情就会做得好。不论系讲，照顾也得教的啦，还系讲，身上也得农产品也系重要嘛，吼。观众朋友，今日请感谢先生带来很精彩、很感动的故事，同很好的农产品哦。不过除了支持先生给咱个教员之外，最重要大家要记得哦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尊重俺们的动物，尊重俺们的生命啊！再一次感谢先生带来很好的观念同大家分享哦。感谢主持人，感谢各位观众。今年爱当爱农产品哦。像人用个看个用网络，个你妈妈个人的网络哈，刚个订购，个24小时会替推荐大家服务啊。最后感谢大家，大家记得可以美容老了时节可以请个人先认证哦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田屯先生来做运动咯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我是永群，今天你能运动的吗？今天你请上来教我是拉丁有氧，请能放下来，屯先生通下来做运动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放下来哦，能不滚来哦，来做一点暖身哦。身体不用松，用十脚打开来，身体尽量不用松来哦。前面行，点一下，后背。点，平上来哦，旁边下边，手自然摆动哦，感受你的野味。前面开始，
旁边哦。等着不爱老杨看你后背了。两位你好。前面老杨看。等着。宋思熙，松松下好，宋面宋面不下去，宋面下面，好胸口。打口来，按前，行，六，行，按前面，松出来，这可能是老一点眼睛的哦。老杨看呢，阿拉弯片前行后碰，老杨看呢，两手来南坡，做运动的哦，准备好了吗？阿基中毒的哦。前面前抬脚，前后蹲，抬膝，做七条仰后来，再一摆哦，前抬脚，三，前膝后蹲，夹得。这可能性加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小白，啊，马上来抖肩喽！马上抖肩，前后抖肩，准备哦，各种抬脚哦。小白。好，刚才跟跳一片，接中松了一点哦，哈，莫按僵硬，哈，中松了越来越点。好，此刻耐心，再摆哦。准劈开四来，你前面跳摆，啊，打空中了哦。右背下边，一只手抬一片，一只手抬手指，另外一只手仰后来，好的用的哦。一、二、一、二，下边步。踢的动作开始哦，一、三、四，小飞，记得了吗？等下拿踢的动作两分开哦，准备的动作开始两分开哦，等。劈开四，
系哈。拜拜哦。正批开始。了解。华富纽疫苗改的华富哦，嗯，华一只是中药啊，一只是中药片，我打算呢纽存再拜哦，华富中纽疫苗再看一拜哦，华富华中好，第二款式哦。华富华富平纽疫苗冠片，华富华富平纽疫苗，记得通知甲红来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第前面的哦，等批还是了解？踏冰，滑步，扭一扭，踏冰。滑步。嘻嘻，跳嘻，嘻嘻，跳嘻，怎么跳啊？跳分，踏冰，滑步，踏冰。滑步，好，最近的动作，好，中，一个冲的顶的，下背，慢慢来 ，kill， 通起来，再看白昂的树，三高飞，就难下飞，个动作爱点空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夹双倒，动，夹拢来哦，再看一摆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哦动，啊动动失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一摆看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哦动，重跳哦。小白，踏冰，滑步，踏冰，滑步，都要偏，你走地方来吗？很动哈哦，慢慢的来哦。嗯，你前面，腰背，踏并步，滑步，滑步，滑步，拿来，抖动，今天动作记得了吗？啊，记得真水哦！明日准时上做运动，不变得健康有活力哦。好好运动，阿能下拜再来了。